我即摆要甲你问啦，什么年岁你感觉是你上水的时阵？三十几岁迄阵上。为什么？你头发改变。姐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没有。敢讲门敢去去转？哎呦！你洗头发怎么没有讲？我是你婆婆呢，我较长歹势吼，我吼以后会改进。我就甲规了讲，一寡服务小姐讲，阿妈来，你来，你来，哎你呢？啊！我穿什么衫都穿，就是假啊！就是啊！你贵姓？我姓郭。姓郭。郭啦！我即摆要甲你问啦，什么年岁你感觉是你上水的时阵？三十几岁迄阵上。为什么？啊！阵会拍舞吼，真难见见见。你偌老跳？普通啦，会晓跳就对啦。你会使跳就好看无？跳你还有查甫会晓跳。我甲你跳，我甲你跳，简单跳一下。台中恰恰，你是会晓唱吗？我会晓啊，会晓啊，来来，你头发改变，恰恰，好 ，OK， 开始 ，OK， 来，恰恰恰恰，恰恰恰恰恰，我到底看了什么？所以你较早上会晓跳恰恰就对啦。阿哥哥逐项嘛会晓，哎呦，阿哥哥都安尼露身躯迄款人。Breaking 你也会晓不？现在 Breaking 不知道。不要玩了嘛！我想问你们，你们觉得你们什么时候最漂亮？十八七岁啊，年轻啊！你们如果可以回到年轻，你们最想做什么事情？公家人员。啊你姐姐？我没有。是不是要跟隔壁的小伙儿一起牵牵小手？没有的。没有。跟你牵牵小手，跟我牵牵。阿妈笑嗨嗨。为什么都喜欢来这个公园？空气好啊，对呀、啊，可以聊聊天啊，聊天哦、喔。你觉得你先生好不好？怎样？这样笑的原因是什么？跑了上天啊！他去天上了。王大哥，请问一下，你今年几岁？67。听说还在读书，对不对？我是家里碰到问题，然后没办法解决，所以退休后才来这边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方便问一下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？精神疾病的问题，哦、是亲人是不是？对，亲人。哦，所以你希望来求知，然后可以治疗他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。你是在这边读什么科系啊？社会工作。哦，社工。大哥，你很棒，你是为了救人，然后来重新读书这样。你觉得你人生最巅峰的时间是哪一个岁月？我在这里念大学这个时候。为什么你觉得这段时间是你最巅峰的时候？就是潜能都发挥出来了。如果可以让你回到年轻的时候，你最想做什么事情？跟我的心上人哈到处旅游。您结婚了吧？结婚的。那现在结婚这个不是你的心上人吗？啊，是啊，就是他。什么话想跟现在年轻人说吗？他们在这个时代哈呢比较辛苦，是是是，面临的压力是比我们更大。可以的话，我会在后面辅助他们。你感觉你上水的年岁是啥物时阵？哦，我二十岁足水。偌水？足水，大概高啊。上侪有偌侪人拍你？送袂完。我二十岁去做公车处。哦，你是车长小姐啊、哦？啊，车长小姐要跟大家说什么？你帮我们示范一下。车长到了，要下车吗？我不敢下车。你会不会想回到二十几岁？想哦，去当车长。啊，那时候有嫁给车长小开吗？不想，我要自己努力变阔人。最强阿妈。现在有些年轻人很想靠男生啊，你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？爱有建议没得好。你举例一个有责任的男生。文孙呐、啊。肥水不落外人田。阿盖，我来给你轰门。阿哥呢？恰恰有。武力全开支，阿妈恰恰恰。工厂章啊。写哦，写。哎，你写，你写啊。有的，这个就是他，有没有？看跳舞，看跳舞啦。跳没有啦，姐姐，你现在爆红呢。花贵人花。姐姐，下次我拿饼干跟糖果来，谢谢你们。做事内涵的爱宅啊，规矩。啊，我打算你丢你也给我支持哦。哎，那边就不要啦。